来吧，兄弟们，这是我赶海以来抓的第一个可以飞翔的鱼，听说这叫燕子鱼，这两个小翅膀属实有点特别的好看。如果你觉得它好看，请帮忙点个红心，加个关注。一会咱们直播户外赶海，进来的朋友如果此时手机还有电的话，也请给小弟点个红心，加个关注。一会看我直播。刚到海边，发现了几只皮皮虾，这不带着我的小宠物章鱼哥，来让它钻个瓶子哦。如果能成功进去，那就给个双击啊！进来的兄弟姐妹们，如果你手机还未开通直播，那就点亮个红心，增加自己账号的活跃度。祝你早日开通直播，喜欢的加关注，看我直播。Hello， 朋友们，这个就是万亩象拔蚌里面挖出来的象拔蚌，都说评论出大神，有的朋友就说了，你这不是象拔蚌，除非你把它剪开，如果里面有粉条，那的确是象拔蚌。好，我做到了，就不要双击了，不然就打脸了。关注我，每天带你户外赶海直播喽。老铁问我，天气慢慢变热了，你能不能抓几条八爪鱼给我们看看？其实抓这八爪鱼吧，要凭运气，要封海域的，要看你放多才能抓得多。嘿嘿，有的老铁一进来，感觉我比较诚实，反手就给我双击了。因为每个双击都是对我们年轻人最大的鼓励。喜欢海边抓海鲜的，记得加个关注。